听不到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我们来演练一下，试一下好了。哦，好久没玩这个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很久没唱一百分。五六七八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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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手音出来，搞不好一百多分，搞不好一百多分。如果没解释，大家好像都觉得那个手也是个必要的。没有手，手我手就好，你们讲这样就好。大家手一起手，手出来也是可以啊。那我们再试一次，我觉得刚刚一开始大家有点误会，现在他们懂了，我们再试一次。五六七八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。有了，我会考一百分。大声点！我会考一百分，哎，不错，搞不好一百多分，大家反应很快。好，这首歌一百分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考试可以考一百分。最近好像只考放榜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然后就是，身为一个一辈子被分数给束缚住的人，发现长大之后你好像逃离了分数魔掌，却还是陷入更多数字的轮回当中。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从这个外在的标签跟每个人的评断，或任何的不是你这个人，不能代表你这个人全貌的任何外在的东西，从当中解脱。这首歌是一百分，送给你们。晴朗的午后，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走，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，赶快吃点树、你说早上起来有一点头痛，快打起精神，我会继续为你加油，多喝点水把心情放松，赶快吃点树、还是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就听这首歌。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那就想想我。好，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。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。准备好了。我会考一百分，听不见。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搞不好一百多分。Yeah， 够不够？今天天气冷，想要躲在被窝，心情不好就会想要闹个别扭。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振作，我开心的去念书，还是要念书。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都把手借给我。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那就想想我。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。再次加一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我会考一百分，大声点，我会考一百分，考不好一百多分。谢谢。就是身为一个怎么了？就是这份工作最有趣的事情，就是现在，两个 Curry， 你是要来
单挑啊，不会很强的、哦。那先唱，继续唱快乐的歌。哎、欸，下一首歌呢？下一首歌也是个动感的歌曲，没错，叫做《转圈圈》。那等一下大家也可以身体跟着动起来。我觉得蛮适合大家一起就是站起来跟。大家有人会玩呼啦圈吗？我们 这首歌的 MV 就是一个女生在摇呼啦圈，到处摇呼啦圈的。对，现在是其实应该啊，我知道，我们来发明一个行动呼啦圈好了，就是它可以就拿着吧，你说那很小啊，折叠式。就是对啊，折叠呼啦圈，然后就是砰，它就变成一个圈，然后在台上就可以表演，可以搭高铁。哦，对耶，不然搭高铁蛮麻烦。对啊。好，这首歌转圈圈。送给这个愉快的下午。错过一遍又一遍
真的是蛮开心。真的，其实每次因为就是我们都在家做音乐，然后就一直闷在一个地方这样，然后尤其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又更闷在家。对，其实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很少。嗯，所以就是心中存放的那个有个能量的罐子。嗯，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就就觉得很可爱。对，就他就满了，然后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一直消耗，消耗。就想说，应该这时候的创作者可能都是这样子吧，就是在作品献给这个世界之前，可能都要面对一些比较烦人的东西。嗯，然后说到作品，就是我们最近因为十周年了，我们有一个。十周年的新单曲，耶！对，然后我们就是正在制作当中，然后快要完成了，应该在八月左右会跟大家见面。那它会是一首代表着我们这十年来一路以来，就是不管音乐上或是身为两个人，然后成长的一些历程。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更多的自己。就像很多人说，听到我们歌，从国小听到高中，听到出社会，就觉得好像就陪伴他们人生的一部分，是件很光荣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身为创作者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是最幸福的。那在那个新单曲到来之前，先唱一首很重要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宇宙的角落》。青春老去。
快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是这样，很不希望这么快就结束，呵呵，一般都觉得好累好累，但是今天就有一种充满了能量的感觉。这首歌，刚好这首歌也是一个算是个结束的歌吧。下一首歌叫 Deja Vu， Deja Vu 它就是法文的，又看到了一次的法文，好像看到一个就是。我刚才以为你看到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看到那个，不记得那两个 Curry 呢？我看到那个 Curry 的心里想的就是 Deja Vu， 双胞胎。还以为你想要打那个电动。哦，没有。对了，我们那个日食的时候有来。哦，对。日环食的时候有来快闪嘉义。真的是快闪，就当天冲高铁下来，然后看了日环食，然后就。走了这样子，就当讲就那天那个计程车非常难搭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后来好像差点在便利商店前面看，就后来跑到一个学校，然后就很多热情的师长们一起迎接这个魔幻的时刻。其实我老家在嘉义，然后每年过年其实都会回民雄，所以其实这边有一种很奇妙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是台北跟这边其实很远，但搭高铁一下就到了。就那个错字的感觉，我一直觉得很奇妙。以前就觉得他是要搭一个很长很长的车才会到达的地方，现在就是就到了。但是每次都间隔一段时间，所以每次来都不知道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唱我们最后一首歌，再自我介绍一次，我们是 Crispy 社团，我是 Skippy， 我是丁丁。Crispy 是 C R I S P Y，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上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搜寻 Crispy 社团，脆是很脆的那个脆。很容易找，非常棒。然后记得 at 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去看。好，这首歌是 Deja Vu， 然后中间有一段，搞不好可以走出去，大家就要尖叫。好，准备好了？我帮你尖叫。好，你帮我尖叫。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来了。好。似曾相识，感觉这一阵调节彼此僵持，在一样的餐点闻上一样的酱汁，买相同的衣服变成相同的样子的样子，一张一张的侧脸熟悉轮廓，涂上厚厚的浓妆，今天西装有那样的表情，符号是未来问号，分不出来你们到底是谁，比较困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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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用看来的字眼堆砌成品味，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？一张一张的照片，身上编号，把自己变成数字拿来炫耀。喝同样的咖啡，假装分得出味道，用手机自拍打出同样的招牌微笑，招牌微笑。诊所的柜台小姐，我逛过这家人群，我望前望面，别不无声，刚好像是上到台阶。没看过这一个街，我望前望面，穿贴一些大家装贴过的链接，用看来的字面对记忆成品味，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？没过唱过了，等进过都唱过了，没人过了闯过了，没人鬼能唱过了，没一夜过都承受了。拿我再没有笑话的让我笑，再没有叫的让我操，再没有掉有聊笑，没有嗨的让我大脑，再也没有爱的让我飞，让我醉，让我飞天，让我毁灭，让我醉生梦死，醉生梦死，
这一切。忘了这张脸，忘了这张嘴，甚至还忘了你的名字怎么叫，我忘记了昨天，也忘了今天，反正每一天都只剩下重播画面。忘了我是谁，忘了你是谁，为最新的学到一起这也太对，到最后才发现对不得重点，墙上挂着一张一张一模一样的脸。Yeah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是 Crispy 社团，谢谢。揍拳揍他，鼓棒掉一下，没有鼓棒，揍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很开心可以来到这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哇，真是意犹未尽哎，哇，我来到我们嘉义呢，好棒，原来你们在我们的入环时还有过来，有吃鸡肉饭吗？那等一下要去吃，等一下如果有那个粉丝要推荐说你们心目中的好吃给爸爸，请大吉丁可以跟我们的 Crispy 啊，我们的正乐团来推荐哦。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，带给我们这么浪漫的午后时光。今天第一次听到音乐的，赶快去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。我那天看到说你们好像每一个礼拜都有十周年回顾，对不对？哇，非常的精彩，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好听的音乐，希望让大家更多人可以知道音乐玩出更多的不同可能性哦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正乐团。好，这个时间很棒，差不多，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请扛出那个闪亮。